能这么多吗？它那个总体来说就是什么？是空气啊那类的。他从来没有说明年涨跌的，也不能说每年都不能涨。我们准备吃铁锅炖，晚上好。这是掌中宝，这掌中宝太大一个了。在哪块中
后面其实是有一个六条，六条的一个，我就是真的起，哎不对，是六条呀。这里给我买什么？还没有，人家男女手机。认出你蛮好，像认出你了。谢谢一下吧，来吧，谢谢铁蹄，铁蹄探测器的汽车小熊，探出直播间哪个是铁蹄的吗？28号回广东，周二回去要排练了。你好。他是哪条买的这个？他是男版鸡叫的。哦哦哦！哇，这是我充的。直播哥30，可冷了，我穿了一条腿袜，然后在北京都感觉要冻腿了，就是很难受，也没有办法讲，因为我有点难受。我觉得多吃点多吃点哇，谢谢小熊的黄瓜，谢谢谢谢。其实但是我过去的大概就是我一个人过去，我不会理解你什么事儿。我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周末开一个手捏汽车吧，没问题。谢谢他，谢谢受不了闹，现在吃饭的地方，谢谢迷路忠贞，谢谢平安。我刚想去买那个裤子，然后没有去看到吃，我在吃你先。好的，本来想买一条羽绒裤的，就是北京很冷，然后刚刚想去买一条裤子，结果没有好看的。我们四个人，对头，嗨琪琪，嗨六六和小乔，哇，好了，我照张相，大家给你们看。多久呀？这个得蒸10分钟。对，姐姐跟姐姐一边，妹妹跟妹妹一边。谢谢巧克力，晚上好。大乔饿了，有一点吧。我今天没吃顿饭，大乔给我喝一口。我买了些一些，今天就是大吃一顿，因为今天。我基本上啊，我就是在喝水，没怎么吃。飞机上吃了一个他发的可颂牛角包，牛角包吧，对，然后呢后来下飞机之后呢就没吃了，然后到了之后绿绿七七一人给了我们一杯喜茶。
开始想让我点了一杯咖啡，后面大哥你认识没？你这个逗女玩发少了点。然后我今天就只喝了水嘛，然后吃了零食的。在北京留就留两天。嗯，对，亲戚的那个。嗯，对，姐姐喝。啊，不对，还挺好分的吧？谢谢少妈19个荧光棒，天哪，我都已经800年没用过这个 ID 了。谢谢谢谢。没有去过也挺到不了的。我今天去了，我今天可紧张了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在北京的剧场跳舞，然后我就上的那个。哎。嗯，他这限制的客户就是说十啊，之前十个人分，如果干出来就是100个人，100个人。我念你 ID 小声点，怎么着？哎，这个 ID 名是我卡顿，我用的是流量，但是它现在是4G。谢谢。我以为我今天会很丑呢，因为我昨天没有睡觉，我不睡觉就会很丑。我以为是你卡呀，是我卡的。我觉得在手机在吃铁锅炖大鹅，因为我们吃的炖排骨，然后就吃饭就不香了。等一下，那就包大家用花的。谢谢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刘海很少，是真的，可能是因为昨天洗了它没有好好吹的原因吧。不是的，我们是抢着买的，放太大了。对对对，肯定是放太大了。哦，对，也是可能因为一直戴着帽子，所以把刘海给压扁了。我们真的是抢着买的。你的瘦脸在谈，看的瘦脸特效。就是还挺紧张的，幸好没有跳错动作，因为彩排的时候一直在跳错嘛。有练美是新疆的，没有练，没有练。等我是下线了怎么办？戒指，你要找戒指。哎，它不是什么牌子的，就是一个装饰的戒指。那好像花钱了。对，就是那个门头发起来了，发起来了，圣诞礼包，你看，我永远是零，嗯，啊，我也是零，雨了，啊，我也是零，我已经进20级抽那个，笑死了，我们在看那个圣诞礼包，我们说我是零，我是零，我永远都是零，大家都是零。我看见了，运气太好。那我是说那个女生，活灵活现灵异事件，灵异满满，灵光闪现。没有带长款的瑜伽服，我只有一件短款的瑜伽服，所以我今天的下半张腿可能就是一个小土狗的状态。这边会停，谁开车了？晚上好。好的，不会被偷车。好的，今天晚上多吃一点。
姑姑都还没睡觉，我今天居然还可以。你为什么睡觉？因为我们在吃那个铁锅炖。我今天饭就是内心之中一定要吃东北菜。看我的粉丝管那边怎么样？我穿的。对呀，因为我就是没有后点的基本。谢谢小十一的圣诞树，我也感觉很久八百年没有念过你的 ID 了。谢谢。怎么来北京吃这个？北京就是要吃东北菜，但是没办法，跟这边一样，可能有点粗是吗？话得有点粗了。对，铁锅炖大鹅，烤鸭呀。烤鸭，北京烤鸭跟广州的外卖真的不一样了，都越来越成熟。是的，没错。对，我们这么多呀。嗯，好多呀，天哪。好香，黄色的是蘑菇，姐姐做玉米蘑。你们知道吗？我感觉我们六月十二是就是像双胞胎。有肉在锅里。哦，那个叫饼子，成都叫蘑菇。就是你们知道，就是六六给寄去，上次去成都带小朋友就吃了点子的，哇，真的。我这次回成都，我本来我爸妈说吃点心，我妈妈说吃点心，我说我刚从广州回来，我才不会吃广东菜。我们不是第一次见，我和六六都是菜哥，我只是老长。然后说我们两个很好吃东北菜，我很喜欢吃东北菜，所以就很快乐。我刚刚说了什么时候开的瘦脸？那不像是红色的头，现在不像，那是那种大瘦脸。那前段时间长得很黑，他为什么不给他吃驴？真的吗？我是想吃的，真的。是我中气不够足。我打算不染黑了，我要把我的头发涂染成黑。你们，我说你们驾照，哇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声音好听，真的呀。我没有我桌子上的声音，但是我的声音，天哪，就是我心里活动的。你们知道北京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华夏什么什么子的，不是按摩又可以吃东西的吗？就跟重庆的那个很像，有些什么很假吧？很多男生发展，然后买过很多。哇，你说的很客气，你在问我应该？这个时间感觉眼睛比本来的还大，因为我化妆技术。那个没有金色印象好啊，真的。我没有把它涂。卡吗？卡不是，还堵吗？啊，真的吗？为什么呀？谢谢圣诞妈。我真的没有。太光火了。哎，那也八点，八点。我们弹幕怎么卡？我们都很高，我们一米八，我们都是一米八的大个子。不过我们愿意向一米九看齐。谢谢哇，要出锅了，准备。哇，
这是黄，哪里绿？这是黄的。好像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这边我们这里有几个是几个？什么？这些是几个？这个吗？我们四个人可能点了八个人吃的东西。专属表情，专属表情包怎么是我自己设置的吗？还是要参加什么活动才能赢得的呀？我没有专属表情包，我也很想用的。我果然和六六是百年好，吃的完了应该是不完了。你的家人，对吧？我也记得要投各种东西。真的，我就说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吧，那就下次活动冲。但是我这个人一般没有什么表情包。当时我弟弟我应该不带，不过应该也投过带的。我们准备出锅了，姐姐，我们的锅是不是好了？好了，啊，锅好了。我吃东西我就不会，你怼我的表情包真的配文字没有？没配文字的都不是。没配文字跟你说的是吗？我没配文字。管你还不再看看情况。天哪，我整了一个倒剪皮，好痛啊！你好呀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晚吃这么大的餐了。哦，对，到次。哎，没对。现在我就发现了。我可能这么48个小时，我只睡了2个小时的觉。姐姐，这个也可以碗吗？这个不是有碗吗？好嘞，产品。这还有两个。大家等着我。不是努力，就是我是因为时间管，就是时间没有分配好，太拖延了。不过待会儿应该会下微博的。谢谢。好呀好呀，我照张相大家。圣诞礼物是零吗？我也是。钱不灵异事件了。你看我还跑回去，对，我今天早上跑回去抢拿化妆包，我真的太厉害了。我们这个桌子上四个人都是抽到的零。我也是的，我这一期又来了圣诞礼包，我还是抽到零。我要撕开这个碗筷了，可以吃了，我们。好了。那我差不多就8:86了，大家晚安。我们看一下8:86。那没有，那。